现在台湾面临就是高龄化社会，那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关怀独居老人，老人会逐渐有边缘化的趋势，给予他们多一点的关怀。活动的方式就是，首先我们会先到宜兰的一些小乡镇，先宣传我们一个月会举办两次的饭食共煮，然后拜访当地的里长跟居民，做一个初步的意愿的调查。